6月20日下午，人气女演员韩彩英为2017台湾韩流商品博览会，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发赴台湾。当天，韩彩英此次演绎少女感爆棚的机场时尚，她以灯笼袖白色上衣搭配牛仔短裙的着装亮相，修长美腿展露无遗。面对记者时，韩彩英全程保持迷人微笑，并数度对记者挥手问候，礼貌十足。据悉，韩彩英将于6月22日、23日在台北出席2017台湾韩流商品博览会。소한얘기로안부를묻고가끔대화가끊기는